迄阵咧做少年是165公分的啦，足薄的啦。啊，我嫌细啊，是伊是足介意啦，啊，我是考虑啦。即毛介意啊？都嫁到啊，嫁到都嫁到，咱就吼，第一件事就是咱嫁人，咱就爱吼有嫁的无嫁的，咱就爱亲家，爱迄个大家互相啊。伊娶我的时阵，因那无钱通娶我，伊硬借。啊，迄个厝吼是贷款的啦，我两个人长久空空啊。啊，用安尼拍拼起来，双手空空，迄外辛苦嘞呢。爱在那砍柴啊，起先砍一个，吼，啊，就砍两个，啊，就砍三个，迄阵啊，迄阵啊，去做大家地摊工哦，就是讲咱要做无本事人当说啦，若讲要偷掠鸡，嘛爱一百米，对不对？做煞当来三门工，师傅拢伫。外地来的，啊，娶某娶囝来，啊来的吼，你头家人，你爱先一笔钱给人，人才会当生活。迄当阵是足艰苦的，愈来就愈有趁钱，就愈来愈较灵，较灵安尼。叶金义老师在15岁时，于高雄文武圣殿拜福建泉州苏水清为师。泉州派的风格以写意花鸟与流畅的人物雕工见长，而源于广东的潮州派雕风严谨朴实，并以内外层次丰富著称。叶金义老师自幼聪慧好学，刻苦顶针的他很快就从三亚变成苏水清倚重的陶丘。我爸说他当学徒很辛苦，单单磨那个刀，我爸爸当学徒单单雕刻刀就磨了6个月，磨到6个月之后才勉强可以拿刀开始在修那些小东西。刚开始入行的时候，一堆师傅群每天早餐是他煮的，所以他有些时候4点多5点起来煮一堆人的量，那到后来也就是很多事都丢给你，所以寄薪回家，所以领薪水要怎么处理，有些要存要什么，几乎都要找他，所以他变成是最小的。可是这些工作的时候，那些师傅会有仰赖他，所以他跟师傅在这方面就变成有很多很好的互动。白天在磨刀子，晚上他要读那个封神榜或者是《三国演义》，都要读给师父听。我爸爸因为这样子也读了很多那个古书，所以做这一行要读很多古书，才有办法把那个神韵刻出来。以前他们在做庙，他常常新明神也都野台戏，其实他们的动作是从野台戏看来的，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大家没看过关公拿刀，谁知道关公？关公穿什么？没人知。就是其实他们的灵感全部都从野台戏来的。所以现代人刻不出以前那个味道出来，已经没了。彩绘啊，凿花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事实上大可以到达整个凿井的制作，小呢到达所有的这个斗拱啦，乃至于啊整个啊小的木构件啊，几乎都是凿花师傅的工作。那么因为结构本身，它只是一个架构，那么接下来的手艺功夫啊，那么在木结构当中，就是完全是凿花师傅的舞台。那在过去盖庙的时候，主构件在做的同时，可能师傅群就在庙的附近有一个工作的场域，大家这边做，村中有人茶余饭后可能跑来看。或者是这座庙两批师傅一左一右两个地方看这边看那边互相比较，那师傅们也会较劲，对场的那个就来了。这个美化的过程，其实村民参与的不是庙盖好才看，是那个过程，也是一个地方的我们在地的所谓艺术教育。
那很多人参与其中，甚至还会出题要求师傅来做。那这个在老师他们这一辈的应该都有参与过那个过程。叶金义先生他学的这一派是泉州派，因为他的师父是索追金啊。但是就是很巧，因为索追金呢接了一些庙宇的雕刻案，常常跟人家拼顶，就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庙常常有一半是索追金，另外一半呢他们就另外一派的人会来做，这样来拼啊，来拼啊，就是功夫呢大家就是浑身解数，就是你做你的你做你的啊，让大家看说比拼起来，你做的比较粗，而你做的比较精。那以前常常有这种比赛的方法了。那索追金呢，常常跟这个黄良，因为这两个人常常有对场，然后这个叶金义先生跟他推偶塞啊，所以他呢虽然是名义上他是跟索追金，但是哈，他其实跟两个人啊都认识，所以两个人的优点呢，他都把它汇聚在一起啊。索追金呢，他比较好的呢是人物啊。黄粱比较厉害的花鸟，所以他可以说是得两派的精华了。我足严谨的啦，我是讲按草率啊，着安尼共印来吼，我即件人注文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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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啊去啊较杀出去，我袂安尼，我得。绝对讲对我有一个交代，我才 OK。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带老师傅在做了，因为他师傅就很信任他。我爸爸也蛮算是脑筋转得很快，师傅做的东西就比较传统，比较偏向登山师傅。然后我爸爸因为他很喜欢看那个动物，他很喜欢观察那些动物，哦，那所以说他的东西里面有融入一些比较自然的东西，哦，像去戴天宫去看，我爸就很自豪说，哎，那时候传统师傅在刻那个师座，都刻得比较意象，哦，可是我爸爸就说，哎，他说刻这个一成不变很无聊，啊，每种动物都是就是比较算是写真派，就跟唐山师傅已经。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收到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的委托去做，高雄有五位传统工艺匠师的一个联展。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跟叶老师接触，那再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算是高雄传统木雕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完全在。高雄这边土生土长，也是在这边开始进行工艺学习的一位匠师。叶金义他被跟他的师兄一起派到就是万华龙山寺协助黄圭里匠师的案场，就是去进行师作。那个时候黄圭里匠师因为他非常的节俭，所以他三餐吃都是吃那个白饭啊，有猪皮跟地瓜叶，就是这么简单的三餐。那后来叶金义的那个师兄熬不下去，就先离开了万华龙山寺。可是叶金义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暗场是可以去学习到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是撑着留下来。黄圭里匠师在叶金义离开的时候，还特别就是一起提着行李到万华车站去送叶金义回到高雄。那也可以显示出叶金义在那边学习的过程，也受到了黄圭里匠师的认可。27岁，叶金义老师独立为师，持续为台湾中南部的宫庙雕凿精彩的作品。洗练的雕刀，扎实的暗场诗作与开阔的眼界，让叶金义老师逐渐累积出不同于一般凿花师傅的格局创意与综览全局的统合能力。老师曾经带我开车带我直接到了里港的那座庙，在那座庙里头神龛的一堵一堵的构件里头有一个题材，他把女孩子以裸女的情形呈现了，即使在民国5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他应该都看过，
这个部分就试着把那样的效果在这边呈现，慢慢看，觉得很有趣，玩耳一下，觉得哎，这样的体验蛮新鲜的。他的特质里头就是他一直在求变化，他也一直在找创新，然后不离开传统的这一部分，可是加了新的元素，然后里面有很多他背后他想要表现的一个想法。他其实有一些雕刻题材是跟地方发生关系的，叶老师他们在施作那个北门科寮保安宫的时候有托作，其实是有蛮多水族去形成的一个木雕，那就是会去更细究，就是可能这个雕刻题材是否跟地方发生关系，或是它表现出来的意涵是否是跟这个信仰的主神有点关系这样子。他粗的能做，细的能做，然后除了各个角色之外，他能够统合，所以他也去规划整座庙，因此他规划的同时他也能够为整个案子画设计图。如果角色分工这么说的，他应该是属于全能的，因为他比别人更要求多一点，所以他可以看到比别人更多一点的细节，同时架构完整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不会哩哩啦啦，不会出状况。你一个画图放在那裡，我描图啊，啊描图的时候，就别人描他不喜欢啊，要我描啊。他在画图很好画啦，啊你就要对画到几个卵，啊那些什么画，画到一模一样就对啦。我出来跟帮忙的时候，那时候就越做越多啊，把做到对肉来洗下去啊。1970年代，传统木雕日渐式微，他开始乘坐饭店的木雕装潢，并外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尤其他为日本寺院所雕制的蓝尖木雕广获好评，日后便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琉球首里城誉王座的复刻。叶金义老师成功的转型与技艺对外输出的成绩，是国内艺师少见的典范。在长野县有一座象园寺，它的本堂里面很壮观的这么大的空间里头，从左至右有九件老师的作品，然后作品他们每一个都装了框，框上面还有用黄金打造的所谓的金物。老师在这边施作过，那现任住持的妈妈亲眼目睹老师在那边施作，那她看到老师当时去是速度很快的，而且胸有成竹的，当时非常赞叹。我做遐个物件哦，伊足满意的，啊，伊阁足敬业的哦，拢拜每礼拜日哦，用修理车拢载阮去温泉。哦，洗温泉啊，食温泉餐，食迄、那个，迄日本是最高的享受的。叶金义老师的一生总是紧扣着传统工艺的脉动前行，在文字保存才刚萌芽的年代，便投入古迹修复的工作。他为凤山龙山寺所设计的吊脊法，也成为日后古迹修复的重要功法。在民国75年哈，我有一个机会呢，接受委托去调查研究啊，凤山的龙山寺。那这个龙山寺呢，是清朝时代的建筑物，是乾隆年间的，距离今天200多年了，是非常古老。整修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叶金义他就去投标，所以呢他就当时去网罗了一些他认识的一些也是非常好的匠师，他们就组成一个团队，一来缓乐啊，就是他来掌控整个的进度。那当时整修的时候呢，甚至把这个瓦片啊通通卸下来啊，然后把那个梁啊重新再这个校正。那问题是上面的尖梁啊，
我们不想把它打坏，所以就用吊机的方法把它吊起来啊，整修哈。所以在当时啊，算是开旗先河，专台湾没人安尼修理的。哎，那这个叶金义先生依然来走，能够保住旧的部分。后来他儿子也懂了这个啊，他们做临江花园的时候，他也是要整合啊，因为这番整合工作很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工程有泥水匠、铁砖啊，还有木雕，还有大巴的，就那个梁柱那大巴的，对不？那你承揽这个工程的时候呢，你得要去跟人合作呢，然后你还要注意到谁先做，谁后做。因为他自己是木雕的这个底子，所以他对工作都看得很细，所以我觉得这个立下一个很好的标杆，就是说以后承揽这个古迹维修的人本身也是这方面的专业。其实现在有些做陶瓷的艺术家他也会做啊，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要把范围弄得很窄，一定要塞虎狼，对不？所以现在我们像台湾艺术大学，它有古迹修复系，我也很鼓励让年轻人呢就参与古迹工程。刚才一支就会使啊，一支就会使啊，快，迄个打棒起哩。打棒啊！嘿，打棒，遮你定你头前遮，遮，嘿，掉，遐拢起落去。做当了四年的上班族，觉得很无趣的，那每天都做重复的工作，很无趣。我跟我爸讲说，我们来做这个东西，我爸也是很有点惊讶，我怎么会想去做这个东西？我说啊，就做看看嘛，啊，就这样子。然后爸爸也算是蛮支持，我说好，那你他我要做，他就支持我这样子带我入门。他的那些做事比较龟毛哈，这个也影响到我，所以有时候我看一看，哎，不行，我就叫师傅拆掉重做。人家有时候说啊，这都搞会过啊，市政府看无啊，哦，反正你都做出来就好啊。我说不行，我觉得那个曲线做起来太丑，不要拆掉重做啊，工钱多少我付给你没关系。其实我有承袭到一点我爸这种个性，我自己也有公司，也有职员，然后也有后面一些同业的哈，比较年轻的来问我，我都毫不保留跟他讲，从我爸爸身上知道的东西我就尽量就告诉你们。人生的大半辈子都在为事业、家庭忙碌。叶金义老师在投入古迹修复的工程之后，也开始在大学院校传授技艺。此刻的叶老师终能自在潜心于个人的创作，也为他的木雕之路开启另一个新页。伊本来伊就足认真足古无呀，伊自家己做这個作品伊嘛足古无呀，做了袂使吼失手哦，单调固定做。等我们看到拍的那个作品哦，他完成之后，至少都改了十几次，改到我妈妈说不要再修了，再修下去那个东西的形就不见了。我爸爸就一直修，然后修完摆在那边放了两三天，看一看不顺眼又继续修，他觉得不够完美，他真的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一个工艺家除了有很强的技术面，很大的投入的热忱之外，他本身应该还会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在他作品呈现。那在这部分我会觉得叶老师是做到了，而且他的态度很认真的同时，那种顶真态度让我们觉得很敬佩之外，他让自己的作品在很多个领域都灿烂了。这是日本三一地震之后，海啸之后，老师所雕刻的。就当时我所看到老师的手稿，前面这些就是几棵树，在刻的时候，这几棵树苍松的那个感觉上，好像人在纠结的挣扎的那个镜头。那这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我们转一个角度的时候，侧面看七八棵松变成一片松树林，那整个挣扎的那种感觉，那个效果，变得很丰富。我认为他是很聪明，他知道怎么样吸收，
譬如说他去日本，那日本木雕的一些特色他也看出来，日本这个受到禅宗的影响，认为说应该明心见性，那么在单纯才是一个美。所以你看呢、啊，叶金义先生他有些作品呢、哦，他也不要有颜色哦，他也是素描的。所以你看他从日本也吸收，从黄梁也吸收，啊，应该也是呢，啊，这个手底也吸收，他就是很能够这个有容乃大了。他本来就是从啊泉州出发的，但是啊，他又跟泉州啊可以说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的东西给人家感觉哈、哦，那么有一种非常劲挺的力量。你看他的骏马，那一种强调的肌肉的变化，那一种力量，所以是非常劲挺秀丽。所谓的秀丽，以台湾来讲，当然台湾的东西有它古朴的啊拙趣，哎，但是叶先生的东西，我来感觉哈、哦，他有一点脱逸这个传统。那么形成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从叶金义的这个木雕看起来，他既有传统的这些匠艺，二方面又吸纳了新的创意。那么从技术到创意，他都具有。那么在艺术性之外，又保留了高度工艺性的市场性。我们今天在强调所谓的文创产业，无疑叶金义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啊，可以作为典范的一个巨匠。从凿花师傅到人间国宝，有艰困也有光彩，有付出也有掌声。叶金义老师的成就不单只是展演传统工艺的绚烂夺目，更坚持工艺最根本的顶针精神。近七十年的木雕人生一路行来始终不变。啊，因为当时的环境都安尼，我就走入这个木雕这个生涯的迄个轨迹落去啊。我是我那较近人哦，也个一本。跟初中从开始安尼相像啦，我原来是拢兢兢业业啦，哦，我就是我的本质哦，尽量不管什么时阵，我就是全力以赴。掌声欢迎！感谢叶老师这一生为我们台湾文化所进行的奉献，现在就邀请郑部长来为叶老师颁发讲座。邀请大家给予热情的掌声，恭喜我们的叶老师。借由这个奖，其实是要来表达我们对于工艺家啊他常年的贡献，来致上我们啊最深的感谢。所以这个奖今天是要向我们的木雕大师，我们的叶金义老师致上我们啊最深的谢意跟敬意，是不是？我们大家先用掌声来感谢我们大师。虽然是我爸爸现在可能比较没有办法了，可是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得到这个奖。啊，其实我做我儿子的话，我是与有荣焉呐、啊。那也很感谢我爸爸，哦，给我那么多启发，教我那么多东西，我真的是很感谢他。